那首先，我们还是请詹部长帮我们聊一下，因为您是这个国防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先从您在国防是第几期毕业的？那时候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到，你主要是学什么？然后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回忆啊，可以跟我们分享，或是趣事，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我是国防学院83期毕业哈，那83期大概是民国79年毕业。我们那时代的实习医学生生活是比较忙碌，有时候是凌晨2点睡觉，凌晨5点就爬起，查房前呢，所有病人的伤口的药要灌好，那而且所有的这个抽血都要在7点前这个完成，所以那时候的一般外科的实习医学生是比较累，那毕业以后。很幸运的就抽到外岛，就到在马祖当了2年的基层的军医官，因为马祖只有2个缺，我们大概200个同学我就抽到，所以你说我幸运不幸运？但它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因为你这辈子大概就不会去马祖，那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是基层的军医官，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不会有人帮你做。当然，那时候是跟我一个李子文同学，两个人在马祖相依为命，当然那时候觉得很辛苦，那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甜蜜的回忆。大家会觉得去一般外科很可怕，但您为什么还是愿意选择一般外科？是不是？尤其是您在就是肝胆胰脏这边是算是您的长项，是因为你对这个很有兴趣吗？其实，那时候是受一位总医师的影响，他叫许明显。这个学长他个性非常温和，从来不会骂过别人，所以我就想，走这一科可能比较少，会少挨骂一点，所以就走了这一科。进到这个一般外科里面，在这里面好像推动了很多项的创举啊，您是不是也都有参与呢？当然，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就是肝脏移植嘛，那其实肝脏移植是从我们前一位主任刘耀基主任开始推动的，那时候就开始做动物实验，我们是在猪上面先进行这个肝脏移植，换完以后呢，当然那些猪呢就是由我们住院年轻的住院医师在守，所以那也是一段比较奇特的回忆啊，就是你整天就跟猪在一起。那为什么后来您会就是选择走另外一个？所以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契机，或是谁的影响，让你选择走这条路？最主要就是我当时选择这个要到日本去进修，那时候就选择这个日本国立癌症中心，我第一次到那家医院去看他们手术的时候，老实讲，我是感动的几乎。快掉眼泪，因为我想啊，怎么有人开刀开得这么精细，就是说 delicate， 非常的感动。你是学成归国之后，您是不是也有把这些技术然后用在我们三种？我回来的时候，专门做胃癌和胰脏癌，那当时呢是用传统手术，就是剖腹手术，那伤口大概就是25到30公分，当然这么大伤口，病人开完刀以后，术后当然是伤口比较疼痛，然后恢复比较慢，用微创手术来完成胰脏癌的手术，光是传统手术开就是非常困难的手术，那何况我们用微创手术，当时我们在105年第一次尝试很幸运的就成功。想说，因为您都是您经历过外科部的部长的职务，有没有针对这一块，您想要再推动的事情？对，我接任外科部以后呢，就希望做到我们外科部下辖的几个科可以做到，人人有专长，科科有特色，可以发展，把这个外科部呢带向一个顶尖的一个位置，之前的同仁可以做到，就是你不要跟大家做的都一样，你一定要有特别的专长。我们的手术费的提成，我为了要鼓励我年轻的主治医师，可以上来帮忙，上来当然
最主要还是以学习，因为年轻的主治医师他的经验毕竟比较少，你如果跟着资深的主治医师或者主任老师学习，那你的这个经验会累积的比较快。那为了加强这个诱因呢，我就是把任内呢把我们的手术费可以拨10%-30%给上来学习或上来帮忙的主治医师。以我来说，只要我的主治医师有进到开刀房，即使他在旁边看学习，我就是说10%。那你如果有上 table 帮忙，就30%。我个人做法是这样子。碰到手术的时候，你们共同经历以后，您用什么话的方式勉励他，或勉励你的病人，或勉励自己？外科本身就是一个先破坏的再建立的一个这个科别，是吧？但是呢，你要有把握，破坏以后的大力你要做好，是把它不好的地方把它破坏掉，把它切除掉，如何把它降到最低，把它治疗好。我的信念是这个样子。好，那对于有些病人，你必须大破坏才可以换得他的生存。以前觉得对病人会有伤害的，或许是对他有帮助。一定会碰到病人状况危险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尽你最大的能力，去对待这个病人，本着你想要把他救回来的这个心呢，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我想你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国防120周年，这一块你有没有什么要对你的学弟或者是未来你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我想国防是一个很古老的医学院，那也有非常好的师资，那老师也是热心教学，有幸呢进到我们这个国防的大家庭，我希望各位学弟妹要认真的学习，充实自己，那绝对不要妄自菲薄，那以后的成就是靠你未来的努力，只要你花多少心血进去，你就会获得有多少。希望各位学弟妹在行医的路程可以秉持你的初心，坚持你的方向，一直持续下去，我想你一定成就会比我们这些学长先辈们要来得更大。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的学习，认真的学习，那平常在职场或是在医院要秉持多听多看多问多想多做这几个方面去努力，你必然收获会很大。